哇！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豹子腿方长勇，今天来到这个来传接球吧。那我们的好朋友下巴大叔，来来，正好要去整理场地就被 Q 进来。我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有拍过说接多快的球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我自己来实验看看，一个退休的职棒选手，现役的 YouTuber 可以接多快的球。好，那今天你帮我准备的发球机嘛？对，那发球机最快可以调到多少？大概187。哇，哎，你的身高哎，还身高吗？不能乱讲，认真的啦。对，好，我们今天就挑战一下，能不能接到187。187，我觉得公里的球，我觉得应该接不到，应该可以吧？你不落完哇，现役 YouTuber。我们今天我们不设限，那我们就看一下我最快可以接到多快的球。他可能就接不到。那我们现在先准备架设一下我们的仪器。好 ，OK， 好 ，Go。觉得有点担心，我要先去准备一下我的护具。现在是二级的警戒，所以我们的口罩一样全程佩戴，好吧？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快要开始了。我光刚刚听到我就流汗了。你多久没有接这么快速的球了？根本没有，我是外野手，我根本没有接过这样的。哦，好像对哈。那我们敬请期待，看你有没有办法成功。好 ，OK。是让他热身。对，现在让他热身。我们187，其实也不是我们说了算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拿这个试试看，可以。他是错的，我跟你又乱讲。哎，看那个球这样弹出来，还蛮疗愈的。哦，155。哦，我们看一下187会变什么样子。哦，那转到底了，全部都到底了。哇哟，190，哇，191，好快啊！没有一八七是低估他了，我这个比较保守一点。来，我们跟大家讲解一下原理，为什么他在极速大概190的时候，他会往下坠，会变成他。因为它等于三颗轮子都是在全速运转的情况下，它的结构就刚好是两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好，我已经了解它了。等一下190公里，我们就用看的就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去着装了。着装什么？带这个。看着感觉就很热。做完可怜，真的很热。我从来没有让人家在我的头上一直用过。你可以出发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等一下，你去跟那个人讲，偷偷把速度调到最快速，然后不要让教练知道。不行，会吓到他，真的会出事。我们还是要安全，安全。好，现在先从150开始啊。好，150，好，好，好，来。还是这速度对你来说太慢了。哎呦！为什么？All right！ 好，可以加速了，可以加速了，来加一点。教练哦，就是有一点点近视，我去拿个眼镜。你会不会戴眼镜戴得太清楚，就反而接得不好？会吗？应该不会。140。眼镜的问题啦。教练，我想到了，我们来终极挑战。怎样？我们先接两颗80的，然后你都不要看，马上接两颗150的。不行啊！太轻松了啦。我也觉得这对你来说太轻松了。哦，再加一颗。所以等一下应该可以到187吧？很想要到187。眼镜帮你当挡箭牌，现在没有了。这有没有叶黄素？叶黄素都出来了。
太慢了。声音好好听哦。哎，哇，这是强哥强哥的路。这样子是不是？哎。我好想听190的。我也好想听哦。等一下，没有关系。哎呦，这个跑啊！哎呦，这个跑啊！这个跑好热球，你左边的轮子多一轴。等一下，他有调整，我就要休息一下。没关系。OK， 死了。越快越是力气啊！好了，单手，你手单手。哎，球、哎，差点勾破脚，变成十了。我站这里有点可怕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抖，在发抖哎、欸！通常是搓三天麻将才会有震头。Oh my god！ 真的很痛。我们都在电视上看到大联盟160、100迈。老实讲，我觉得今天这个体验蛮不错，我觉得推荐下巴下次可以玩一下。可以啊，我们平常在这边都自己在买。是吗？我也是接了职棒球员的球，我才去买这个，不然我以前没有在用的。这其实也是蛮重要的。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同学。那他有一颗内球，他这样接，那他球位啊，他顺理上接就啪打棒，棒子就断掉了。所以你说打棒球是有没有危险性？老实讲，某个程度上还是有危险性。机器到最后，你如果再让它更快，我们刚测试过，它比较不受控制啊。它刚165，其实就已经开始在乱跑。对，我也是尽力的想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，但是有时候还是要为一下安全着想，不然我这边要连带赔偿。对，我这里有没有保险？我这里有保险，这里有保险。地抓，地抓。我连在健康应该行，打行哦。这身材跟我的身材，这外野手身材，这捕手身材，像你们从外野杀红的时候才比较看清。对，目标比较大。好，请问你们欢迎订阅、再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那下巴大叔的频道，他订阅一下，订一下、哦。那我们也是会有合作影片，在他的频道也会看到我。偶尔会看到驾驶。大家一定会说，为什么今天没有驾驶？因为我们必须严格控管他在我们频道露出的次数。频道流量越来越差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关系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刚就跟你说不要勉强吼。你自己都说哦，我可以。我想要把最好呈现给观众朋友。哦，是哦，那你应该呈现到187才对啊。那我真的会变87。北七。